有鉴于原住民语言的急剧流失，这几年来，原民会一直在思考整个原住民族语言复振的相关的方向及政策。那成立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中心，是我们认为在推动整个原住民族语言复振政策的研定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中心的成立，来提供我们作为整个原住民族复振的智库。早教，早教问。是不认得。是啊，那坂本、黑布、甘伊那个扎利西亚，语言中心超帅。原住民语言研究发展中心，塞责任。